白痴游戏。嘿，好啦，我们去左边看一下啦，不看太久啊。有没有人被连续下两次的？有没有人连续被下两次的？去下面是不是？哦，没有。好啦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游戏而已，游戏而已。普通的挂画没什么特别的。嗨，你好。哦，这个有够猎奇的。请。今晚吃糯米肠。子弹，大厅那边有子弹。这是子弹啦，这不是 key 卡。对，一盒子弹盒。然后上面的话有一个反锁，然后绕过去有个 key， 我们去上面看一下好了，右上角的部分。所以说这游戏真的没有跑步吗？该不会玩那么久才发现原来 Ctrl Shift 有跑步？受伤的人，哎呦，活人啊，你没事吧？我应该快要死掉了。喂，坚持住啊！好不容易见到一个活人，你不要挂、啊。我真的快坚持不住了，你要小心。这里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会变这样？我也不知道。地震之后就出现很多怪物，这里外面已经沦陷了。本以为图书馆会安全，结果怪物还是不知道从哪里来，哪里进来，感觉时间和空间都错乱了，图书馆也变得莫名其妙了。图书馆居然还出现杀人的机关，你要小心啊！我快不行了啊！挺住啊！再见了，断气死去。啊，最起码让我知道你的名字嘛。然后人家转头跟你讲说，我叫做江西啦。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。蓝色的书捡，我想先去右边看一下好了。这边有个洞，老鼠洞。通常遇到这种选择的东西，我实在很想先回去存个档，你知道吗？虽然路途感觉有点遥远。我叫做欧晶晶啊，原来在为二代铺梗是不是？可是欧晶晶都死在这里的话，那就没有二代啦，应该不能讲二代啊，就没有续作啦。没有，我只回去存档而已啊。蓝色的书是 Facebook 哦，是真的有这回事吗？看一下。哎呀，原来是隐藏方向，看好耳烂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孙渣，好懒哦，好麻烦哦。原来就只是个隐藏房间而已啊，害我怕了一下，想说发生什么事情呢、欸？以前不是直播过了吗？我以前哪有直播过啊？我以前有直播过吗？普通的挂画没什么特别的。哎呀，吊死的尸体，吊死的尸体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有血从里面渗出来。然后这边是反锁嘛？对，那我们从右边绕，有一把钥匙在这里。啊 ！What the fuck！ 大雄的恶灵古堡生化危机吗？也太多了吧！捡！别！你不是想看给僵尸咬是不是？可是我没有存档哎、欸，我可以先存个档再给僵尸咬吗？我不想重走了，麻烦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应该给僵尸咬再重走，再拿钥匙。啊，算了，反正等一下很多地方都有僵尸嘛，不差那个僵尸，行不行？我就不相信只有那个地方有僵尸。附近存档附近有僵尸啊，我们就给他咬了，好不好？
我们拿到一把钥匙，这是这把钥匙的用途在哪？不知道。看一下地图，哇，包好满哦！天哪，蓝色的说明书，这该不会是有点类似像放在那个书架上面吧？书架上面放着，然后就会开关开出什么东西来这样子。What the fuck？ 又是你们。凶哦！哎哎哎哎哎哎！浪费子弹了、啊，好臭！怎么有那么多垃圾在这里？不知道什么机器，普通的地图。开，这钥匙应该就没用了吧？对，这钥匙没用了。哎、欸、干，好像没什么用途哎、欸，跟书没关系，算了给你咬好了。好吃好吃，宅男的人间冒险是波波，是不是就是 Kyo 的人间冒险的肥仔？哦。波波有在这里面是吧？好，好，我先走。句子要等他说回去啊，他会说回去是不是？好啊，那我们过去看一下好了，同个名字是不是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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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OK， 过了。这边居然有个仓库哦，这是仓库吗？恶影古堡是不是？我刚才不用这些的吧？完全没有讯号，存档。然后这个是氧气筒，用在哪里啊？都没说。好，我要直接走大门了。啊，也对啦，我们刚刚是从这个地板上爬上来的，我们不是从下面上来的，所以说我们这下面是有路的。这里我们还没有来过啊。靠，那么多，实在不太想轻说。探头下去看看，哇，贞子要冲出来了，什么也没有。这些僵尸是有点够笨的、欸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啊，不会有东西出来啊，害我兴奋了一下。可恶！工作人员可以进入，不知道什么机器。我有了齿轮，齿轮的用途是什么？我现在身上有齿轮，然后有氧气瓶，最佳神子弹方式。把它带远一点。时间开始转动了，下面有东西跑出来了。防毒面具，有戴防毒面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还是说我们还要什么防毒套装？还真的要防毒套装啊？可是这就奇怪啦。齿轮在那边，防毒套装在那边，反锁道具像 HP， 那个地方反锁我们也没办法，也没办法开门啊。
我们现在在上面呢、欸，算了，想办法组合哦，原来是可以组合哦，了解。哦，斯巴纳西，原来套装是这样的意思啊。出发！哇！啊！两分钟！哇！看一下。我操，脸不见欸！好哦，这个可以。猛！猛一波！啊，这怎么闪啊？我还要慢慢走。为什么他不冲过来撞我啊？到底在干嘛？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干嘛，对不起，我的错。什么声音 ？Oh my god！ 这个没必要死了吧？这早死过了。哦哦，这个CG图看过了吧？不用死了吧？这个不用死嘛？一样的东西哈。哇，这边怎么那么多？还有送货的僵尸。送货僵尸哦，没事没事。PlayStation， 好，我还要先看一下我的摇杆啊啊！别！哦，莫名其妙，终于出来了啊！终于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了。现在取得大门钥匙，应该可以离开图书馆了，太棒了！接下来又要有刺激的事情发生了。有这么容易给你离开图书馆吗？好啦，算了，直接走过去好了，我不想要去哪里瞎逛了，就这样子离开吧。就这里吗？就这里啊？哎、欸，啊，刚刚不行，为什么现在又可以啊？哇，在哪里？城市怎么变成这样子？怎么被破坏成这样子？世界末日了，我的家是不是也被破坏了？先找到个安全的地方，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吧。哇，场景做的不错嘛，还蛮猛的，我觉得。很可以哦，用力拍他一下。哈哈，广州汽水，再一次。哇，这样我可以拿几罐啊？继续。无限量的吗？啊，满了。好喝，哇！看来只能往里面冲了啊！谁来救救我？哦，肥仔！哦，原来波波早在 Kill 的人间冒险就出现过了、啊，就是你们刚刚所讲的嘛，他的本名也叫波波。哇，那是那个欧金金的朋友，然后这样子其实感觉有连贯性也不错啊。太谢谢你了，我叫做波波，请多多指教。我叫做 Kyo， 现在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，什么朋友亲人都联络不上。刚刚要不是你救我，早就没命了。没事，不用跟我客气，不如你现在来我家吧，我家很安全。外面雨这么大，小心感冒呢。真的吗？实在太谢谢你了，跟我来吧。刚刚有人说波波的 CG 图最猛，那代表说这个波波应该绝非善类了哦。
绝非善类，绝非善类。我觉得已经是非善类啊！三楼就是我家，我的家又我的家，我家的床又大又圆又舒服。完蛋了，我不想的预感。我可以先去别的地方吗？当然捡啊，等什么？等发财是不是？感觉好像目前没什么用欸，存进去好了。等发财啊！完全没有讯号。What the fuck？怨天堂没有僵尸。哦，干你！冲啥小？他妈的！六发装子弹，哦吼，哦吼！老头不会恐怖吗？我觉得还好啊，挺有趣的。想说趁他还没有进去的时候把他射死，因为我觉得他心怀不轨，他想上我，我感觉得出来。老头觉得自己很帅吗？这问题已经被问了好几千万遍了，你们自己觉得就觉得吧。这里就是我家，蛮安全的。现在外面的都市都一片混乱了，我建议你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。真的十分感谢你，不过我还是希望能联系到我朋友和家人。你有电话可以借我打一下吗？现在电话都没用了，一律没有讯号。对了，你累了这么久，先给你倒杯茶吧，等我一下。哎呦，感觉没有这么的单纯。波波要大显神威了，快趁热喝，我才可以趁热，嘿嘿嘿。那有没有？哦，好晕，完了，看他那个脸就知道了，怎么突然困了？刚刚茶里面放下了安眠药，嘿嘿嘿！什么？你居然？你想怎样？哇，倒去！真的太蠢了，我又有点渴了，喝了一口茶。咦，不小心自己也喝了一口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白痴吗？你在白痴什么？是在白痴什么？天啊，我有点困啦，不行啦，先把它绑起来，先绑起来，不行了，太困了，绑了手应该没问题吧？我也睡一觉再处置你好了。哇，这不是多明尼吗？多明尼现在被施虐，救我！好痛啊！哇，啊，多明尼，哦，原来是在做梦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昏睡过去？咦，手被绑起来了。对了，一定是那死宅搞的鬼。难道我刚刚被沾污了吗？应该没有的，不要自己吓自己了。但是如果有怎么办？不可能，衣服还这么整齐。但是他抓我起来干嘛？波波依然在睡觉，他好像睡着了。哎，这边的摆设怎么跟那个宅男的那个人间冒险一模一样？完全一模一样，根本就完全一模一样啊！好怀念啊，以前跟同学玩，你现在手，你的两手现在被捆绑了，你还有心情怀念？很棒。这是什么？上锁了，感觉里面有东西。我们把它吵醒好不好？直接这样我们没办法存档欸。好，不要弄醒它好了。我这里看一下，隔壁应该有存档点，我猜啦，那门上锁了，好吧，没有存档点啊，他连这边的摆设都一模一样欸，我刚刚恍然大悟才想起来，
根本就同一样东西嘛，只是这边没有放一只鱼而已啊。之前这边有放一只鱼说。哇哦，这边也一模一样啊。欸，存档。只要有内裤就可以存档。怎么感觉那么好用啊？好想洗澡，但不是时候。然后该不会有那个，该不会有那个什么扫厕所小游戏，跟宅男冒险一样，万能的内裤，血淋淋的肢解，好恶心，沾满血的洗手盆，食物是人的手，这也太烂了吧！冰箱，哦，这是啥？那旁边有钥匙。搞不好是他老爸跟他老妈，是不是？等等，好像一把钥匙，当然捡啊！手被绑着，取到钥匙难以使用，先想办法松开吧。哦，终于能自由活动了，捡！什么？啊！这个雷声也太响了，把我给吵醒了。咦，那个女生去哪里了？逃走了吗？好大的胆子！不对，钥匙还在我身上，不可能逃走的。妈的，给我出来！是不是躲去厨房里面了？我来把你弄死！哇，他来厨房找我了，赶紧躲起来。哪里可以躲啊？存起来，存档，存档。躲到哪里去了？贱人，给我出来！波波不要啊！你还要演宅男的人间冒险啊，波波。啊，他要把我手指一根根剁出来，内脏挖出来煮汤。头也切下来放到冰箱跟爸爸妈妈，哎、欸，真的呢，随便讲的，还真的，这已经疯了吧？原来不是对我有那个色色的想法，反而是要想要把我吃掉啊！啊，单纯只想吃我而已啊！真的是，那我们就给他吃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反正看一下 CG 图嘛，哪里啊？哎、欸，我在这啊！戏剧图，好、啊，被抓起来了，就这样子。怎么突然觉得有点一阵空虚的感觉啊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这个吧，好好处理那个死胖子啊！拿霰弹枪把他轰死。哦，如果他直接过来，我会怎样？抓住我了。动画是一样的吗？是一样的。好哦，因为刚刚有人说动画有两种嘛，还是说要用别种方式触发那个不一样的戏剧图？这个可以打开吗？不行，我们先把那肥仔射死算了、啊，没有办法啦、啊，没得选啦、啊。有一种是你，一种是波波的死法，每个都只有一种。趁他还没有看你的时候，往右边冲到房间。有，这我已经过了。嗯，东西哪了 ？OK。不要过来！这怎么可能？你什么时候又拿回武器的？去死吧！别来看到你的脸了。嫩。那这个可以开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这里进不去啊？这扇门在
宅男的人间冒险也进不去呢。然后我记得有人跟我讲说要用我那个欧晶晶的钥匙就可以打开了。算了，不管了，我已经把他射死了。我要走了。我们把波波射死，然后波波在二代，波波在续作里面复活了，有没有？超猛的。还是说刚刚的那一个，我只要躲进房间里面，就会有第二张 CG 图。算了，不多想了。都已经去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觉得我应该补个血啊，啊，应该是不用啊。看过了，神秘的门。嗨，陈 B 安安你好。不，看不到色色的画面了。我是不知道啊。管了，送货的僵尸，走这里，没来过的地方看一下。我靠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么大一只手，干嘛啊？巨人的手啊！我知道了，原来是艾伦的、啊，不好意思。冲哪？我没有说小枪了、欸，好吧。巨人之力啊！妈妈的手乱入了。垂死之光，垂死之光会玩啊？当然会啊，怎么可能不会？绝对会的、啊。哎、欸，记录。我们的波波挂了，替他默哀。哇，这什么？哇，你好！如果想进入西郡的房间，就在这个地方待五分钟，就自动进入了。我还要待五分钟？隐藏房间吗？我怕会飞的蟑螂。哎、欸，我进来了、欸。妈的，那么久！哎、欸，神奇宝贝球，神奇宝贝球。哇！居然是你！我在做直播呢，请不要干扰我好吗？如果没事的话，请你快点滚！哦，凶巴巴把电脑打烂，我告诉你。拜。嘿嘿嘿。好哦。我可以玩他的电脑吗？不行。好啦，就为了杀了你，我花了五分钟再进来一次，可不可以？突然觉得好爽啊！然后先存个档，我们再去那个骷髅头的背后。来呀，好可怕！你要救我啊！我怎么知道他怎么了？他一进来就一直说他爱你啊！哇兹，完了，像莱亚都不爱我啦，这样。好，走到背后。哦，啊！那个被刺的叫声，好可爱。但是被插的好猎奇，我的眼睛突然觉得好痛。死亡 CG 图居然一二三四五，剩下五个。隐藏房间，隐藏房间还好多、哦。死亡 CG 图这么少了、哦。那我是快破关啦、啊！哎哎哎哎，不要啊，哥哥，让我过去啊！这个游戏会不会很快就结束啦、啊？左边。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。原来是 Underden， 不是吧？差很多啊！啊！哪里？往上走，往下走。我决定要往下走了。
哇，里面貌似有人在说话，难道有其他活人？是。大家好，我是，那是念王还是名？每天50发撸的练习，要爱护丁丁哦，老司机，杀身地藏，为了艺术，为了人类梦想和希望。面具子，我做的作品是纯正的格斗。来到啦吧吧吧吧吧啦吧吧吧，我的打工，我是打工中的魅斗薇薇安 ，Sky 鱼总。我觉得这些应该是实况组吧。实况组，怎么会有一个屌实况组啊？屌实况组是怎么回事？这里，哎呦，这里感觉不得了了。哎，我要在你脸上写一个惨字，冲上小。忘了惨字怎么写的，白痴吗？周星驰梗哦，全部都是色情杂志啊！现场观众每人发一本啊，好不好？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那这地图是不是没用了、啊？我等一下把它放仓库好了啦，把它放仓库算了。掉的人，今天老头12点关台没有吧？我等一下，已经10点了，怎么游戏过那么快啊？要不要时间过那么快啊？啊，我想说玩到10点多就好了、欸，可是欲罢不能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？隐藏房间，小 P， 大梦梦，好啦，其实不太想看他们人长什么样子，我要走了。没路了，这里就只是给你一个彩蛋就对了。好吧，我要走了，没东西。啊！不要追我！百货公司，一堆肠子，好恶心。死掉的人感觉死一段时间了。他没有说到几楼、哦，直接给我这样子啊、哦？哦，16楼，好烦哦！清一下好了。这些清掉应该是不会再出来了吧？希望不要再出来了，不然的话，我这边探索。搜索很麻烦，奇怪，这不是 QQ 吗？为什么？还拿到成就？认真阅读，有一个大宝会长智障，会长是智障。我有两个八卦，你要听哪一个？关于吴彦祖的八卦。原来你这么想知道我的八卦、啊？我已经告诉过你啊，没了，我不能选第二个、哦，算了。靠，复活了！别了 ！Oh my gosh！ 补血。哎，死掉程序员。等更新。有啦，我还是有上去啦，盖一些建设啊。我还是有盖一些建设在啊，没有不玩啊，目前就是这样子啊。那他之后应该会开放70级吧，等他开放再说啊。所以这里也没什么，就是给你进去隐藏房间用的。好吧。还有 7-Eleven 呢，哎，这边有胖次哦，
感觉这里就有剧情了。可是我想要先去看隔壁的 Seven Eleven。这边就没有胖次了，一包薯片捡起来可以补血吗？辣条，法国辣条，吧唧吧唧吧唧，吃的有成就。妈妈说吃太多辣条会拉肚子。哇，我都这样把它克了，没问题吗？就突然。什么东西？哈迪是二代目，剧透吗？哈迪是二代目，火影忍者哦。我靠，都是血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都不听我的？为什么他们都不听我的建议？是你们逼我的，是你们逼我的。我现在就是二代目了，所有人都得听我的，所有人都得听我的。这个人精神好像有点问题。我靠，把他们全杀了，是不是？好像有什么声音？什么歌啊？版权攻击！妈的妈的妈妈的妈的！有一把钥匙，我可以把它关掉吗？不能关。多花时间出去。新出的游戏儿，哎呦呀 ，Hello， 耶，这什么东西？恶心东西？地上有东西？什么鬼啊？什么广播台？爬上去吗？欸，有会移动的人偶模型。嗯哼，要去救多米尼的吗？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我怎么救他啊？我现在连我自己在干嘛我都不知道啦。多米尼，你一定会经过，不用太担心。欸，喝水水。可怜的多米尼，一直被施虐。救我！哇，从头到尾一直被虐，好可怜哦。哈哈 ，Q Q Q。哦，这不是做梦，多米尼，你在哪？前面就是学校了，我应该去找到线索。好，